身为一个优秀的边路李白，要合理的利用墙体和野怪进行相打了一套，虞姬不服气，大招打小鸟跟了上来，进草里等 CD 再出来揍他。这一波两段一技能没有刺到他身上，而且大招和二技能的 CD 也没好，所以我选择先放他一马。紧接着对面的妲己闪现跟了上来，不慌的继续跑。接下来就让我带你们见识一下一个全新的逃跑路线。哎，哎我去，没事不慌，船夫在中路河道与我擦肩而过，可能他也在后悔自己开错了。这对手不中用呀，让我们换上刺客。下面有个凯，我丝毫不走，直接迎上去。哎呦我去，不慌的，两段一技能拉开距离，积累剑气，回来 A 一下刷满剑气刷打，带走。接着对面的射手就来了，转头给他留下一个潇洒的影子，再冲到小鸟旁边，借用他回电，再顺势积累一手剑气。你礼貌吗？就捏着一手大招回来，稍微等一下对面的射手，刷打刷了个寂寞，但是没关系，两段一技能拉开距离，成功骗出对面典韦的大招。佛说前世500次的回眸，才换来今世的擦肩而过。果然点子竞技不需要势力啊。招工本积累剑气补充血量，再顺手拿个三杀，再回来就成功的捕捉到了一只落单的典韦。画圈一技能，我 A 我再 A， 射手来了那就走，稍微等一下，等大招 CD 好了再回来刷大消耗，然后我的一技能的 CD 就又好了。一技能画圈带走，就问还有谁。好，让我们再换四个队友，在队友跟队友的努力之下，甚至一度压上了对面的高地。推塔游戏，先推塔。人来了，再假装打人，实则是为了突进到他们的身后。为啥呀？对啊，为什么呀？你就当我是抽风了吧。刷大结束，你以为我没了，但其实我走了。但是呢，这只是你以为。那现在你是不是又以为我要没了？恭喜你猜对了。但是最终呢，在队友跟队友的努力之下，我们还是获得了胜利。哭